太好了，终于拿到了。下班。这是哪小？欢迎来到刺猬帮频道。今天到手这台 Rebel Point Pop 2 高精度 3D 扫描仪，先来看看箱子里面有什么吧。每个童年都会有不同阶段的创作，但作品一多，留下来占空间，丢掉又舍不得，现在多了一个选择，透过 3D 扫描仪来保存具有纪念意义的作品。数位化保存分享也容易，又能360度无死角欣赏，难怪片头的小孩要掉包拿到扫描仪了。有了扫描仪之后，你就会开始拿身边的东西开始乱扫。以前扫描需要昂贵的费用，
拜科技所赐，现在价格已经可以自己拥有一台 3D 扫描仪咯。扫描时一定会有死角，这时可以将物件翻转，软体就会自动拼接对位，继续扫描缺补的地方。这里电脑用的是苹果 OS 系统，可以顺畅支援苹果电脑的设备，少之又少，这点真的很不错。对我来说，不需要再开模拟器安装 Windows 系统使用了。我们知道单眼相机设定参数很多，拍摄技巧也更为重要。 3D 扫描仪也是一样，一开始会有一点挫折，但慢慢的会发现包含扫描手法以及内部参数的设置是很多小技巧是可以克服的，会发现扫描仪会越来越好用了哦。扫描之后可以透过软体调整大小，再由 3D 列印设备复刻出来。没有 3D 列印机的朋友也不用担心，市面上有很多委托 3D 列印的公司，档案交给他们就可以做出来咯。如果发现物件扫描不出来，通常都是深黑色或反光的材质，你可以使用 3D 扫描喷粉，就可以让上述的问题解决咯。白色是喷完扫描后可以用水清洗掉，蓝色是4小时内会自动挥发消失，就看你的物件需求来选择。这台摩托车想自行设计车壳，但固定卡扣跟内部组件空间很难用工具量测，这时手持方式来扫描就非常的方便，可以不需要电脑，透过 WiFi 连接直接配对到手机或平板的 APP， 就可以轻松的得到参照位置，就方便设计车壳样式啦。那 3D 扫描到底怎么看到深度影像的呢？通常有双目结构、TOF 结构以及结构光技术。这台采用的是双目结构光双重技术。结构光优点是精度高，缺点是距离不能太远。雷射依序打出不同粗细的线条，线条打到物体之后会造成形变，计算线条弯曲的曲率就可以得到深度讯息。是不是很厉害啊？如果对 3D 扫描仪有兴趣，目前正在集资网站进行，有兴趣的可以到下方说明页参考哦。 3D 扫描仪有很多好玩的用法，我们也继续进行中，顺利的话我们再分享给大家。这次的分享就到这里啦，喜欢的话请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哦，下次再推荐好玩的机器头给大家，我们下次见，拜拜。